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中房地，我是大齐。今天来到卓兰，跟大家介绍一块超大的农牧用地。这块农牧用地，土地上的植物非常的丰富。前面这个竹林也是它的，这个竹林非常的平坦。虽然它是山坡地保育区的范围，不过它的平台真的非常多。像前面这里又有一块大平台，路的两旁，这边也有平台。这边还要搭一个小农舍。这边过去也都一样是它的范围哦。顺着路继续走，再来这个平台，更加的宽阔。地主他都已经有把地整理过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了，看到他的山势、地貌。这边还有一条路就不过去了。那边就是尽头。这边有一个蓄水池。自己就拥有水源，水源非常丰沛，从来都没有断水过哦。这里还有一个水塔。
这边是隔壁地。隔壁地用的水源也是我们的，它这个是有2颗40吨的水塔，所以我们提供它这么大的水源，都还不会缺水。这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平台，这边的路还要再整理过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曾经有水泥。但是只要没整理，土石和植物就会布满道路。整理过后，路况就会好很多。大概就到这边。前面这条路是另外的地主的，目前他没有意愿出售，详情请来电洽询哦。